不能接受，直接跟他讲就好了，叫他改进就好了，干嘛要打挂个牌子，这样很不好吧，算是在羞辱到当事人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恰当，而且有点像早期的国民党的那一种政策，就是讲台语就会有，就是不能讲台语的那一种狗牌，对，就是会让我觉得不太妥当。发现该加油站未采取职场霸凌的相关预防措施，将发文通知限期改善，近期未改善将依治安法裁处3-15万元罚款。